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。那今天就到新庄的天下炒饭，这是这间店的招牌，这是这间店正面的样子啊。他们的炒饭很有名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。这条街上超多车的啊。好，那菜单拍一下。好，那就超级虾啊，那我就有汤跟炒饭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就品尝看看啊。好，现在就好了啊，谢谢，赞啊。好，那现在就试试看啊，其实动作也还蛮快的哦，满满的鲜虾哈。满满的，满满的啊、哦！好，那现在就试试看啊、嗯。哇哦，虾子很酥脆，而且很新鲜哦，好吃哦。可以直接连颗一起吃啊，赞！炒饭炒得很香又有锅气，很赞哦！好，虾子新鲜炸的酥脆，然后炒饭炒得很香，哦，真的很棒。相当有特色，真的很棒，好吃。这一份200块，我觉得算很便宜，又很便宜又很超值的，好吃。真的很棒，不愧是这个上过 Google 首页推荐的店家，哦，真的好吃，赞，
好，如此的美味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。哦，大概晚一点应该就很多人炒了吧？哦，真的很赞。真的很好吃啊、哦！他炒饭炒得很蓬松。啊，那我觉得是满分的、啊、哦，真的很棒。一口虾，一口一只虾，然后一口一口炒饭啊，哦，这感觉真的非常的棒啊！嗯哼哼，哦，真的很美味啊，满满的海洋鲜味在口中炸开哦，真的很棒。好，那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，超好吃的啊。然后最后是蛤蜊汤。嗯，哦，汤也很好喝啊、嗯。哦，是用这个大骨汤，所以汤很有味道。然后蛤蟆很新鲜啊。嗯这样50块蛮多颗的，好，那蛤蟆汤分数90分，蛤蟆略小、嗯，最推荐的是他那个鲜虾炒饭，哦，鲜虾炒饭超棒的。然后他蛤蟆虽然小颗一点，但是新鲜度也够，好吃。嗯，好，那各种的好滋味就等各位朋友来品尝，蛮棒的啊。好，那真的很赞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然后带一点点街景啊、哦，那下次会再来这边吃别的店家，这边蛮多店家的。车子真的蛮多的，要小心啊。
这家好不好吃啊？蒙古。就逛一点点就好了，那再我回头，那很多很多店呢、啊，应该还有很多好吃的店。蛮传统的哦，肉燥饭。流氓鸡排，这个应该不错了啊！刚刚我拍的这个肉羹，应该是不错。好，那各位就祝你用餐愉快，祝各位朋友愉快的一天，拜拜。